欢迎来到本期全球私人岛屿系列。如果你热衷于观鲸、潜水和钓鱼等海岛活动，那么今天分享的这座巴拿马私人岛屿 Gibraleon Island 一定不会令你失望。Gibraleon Island 是巴拿马湾珍珠群岛最北端的岛屿之一，距离巴拿马太平洋海岸约30英里。从巴拿马城乘船 1.5 小时或乘坐15分钟的飞机到孔塔多拉岛，再乘船10分钟便可到达该岛。Gibraleon Island 占地227英亩，最高海拔36英尺，形状酷似蝴蝶。该岛拥有超过 1.2 英里的白色沙滩，5英里长的海岸线，5个海滩和一个天然港口。岛上覆盖着超过153英亩的茂密丛林，有一个红树林沼泽，岛屿背面还有一条可容纳多个私人码头的天然运河。该岛所处地区的气候没有明显的季节性，平均气温在21摄氏度到33摄氏度之间。其在珍珠群岛的位置免受厄尔尼诺的影响，因此该地区水域保障了海洋物种的不间断进化，包括鲸鲨和虎鲨、抹香鲸、海龟和大型鱼群。该岛靠近著名的孔塔多拉岛、比维罗斯岛、佩德罗冈萨雷斯岛和圣何塞群岛，同时也是前往巴拿马一些最佳观鲸、钓鱼和潜水地点的理想门户。这里距离创下深海捕鱼记录的世界著名 Pinas 海湾垂钓区只需两个小时的船程。此外，该岛也是美国电视节目《幸存者遗迹》和瑞典一电视剧的取景地。长期以来，巴拿马的珍珠群岛因其美丽的海水和海滩、出色的海豚和鲸鱼观赏，以及世界级的钓鱼和潜水而闻名于世。Gibraleon Island 更是该地区少有的私人岛屿。巴拿马政府非常鼓励外国直接投资，因此新业主完全可以将这座原生态岛屿开发成一个豪华度假胜地或私人海岛庄园。这座拥有丰富自然景观的 Gibraleon Island 是永久产权岛屿，目前正在出售中，售价为1300万美金。感兴趣的话，欢迎私信咨询。下期见。